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背包之王，怎么没有音乐啦？先开始好了，好像有音效哎，但是没 BGM。背包玩法嘛，背包玩法就是你要把那个武器啊、装备啊拉上去，然后开始战斗。游戏名称叫《背包之王：英雄乱斗》，音乐出来了。OK， 我们有枪、鱼、背标，然后这边加速的话要看广告解锁。第一波怪，奇怪的音乐啊！又是一款背包的这种游戏啊，最近蛮多的。这要看广告，他帮你加三个背包这样。那我们当然是先不要管他。我们这好像是一个小胖弟耶，远远的，没有看到他的正面。哦，有一个远远的狗跑出来了，就随机的强化吧。肉鸽强化，我们有26滴血，这个可以叠甲啦，然后可以回血。叠甲的话就是要装备一些防具啊。最近这种什么带战啊、Big War 啊，很多啊，很多这种游戏。那今天是8月4号礼拜天，没什么新友哦，没什么新友，就找一些没玩过的游戏。找了几款啊，可以合成升级。刚刚本来想要玩那个什么宝可梦的，果然模拟器不能玩，锁模拟器。本来想说去买一条那个，Type C 转 HDMI 吧，这样就可以用手机来玩来录。但就比较不怕说锁模拟器的时候，有些游戏不能玩。想想，每次都想说不想乱花钱，就没买了。我的萤幕现在坏得更严重了，因为玩全黑了。就是我是双萤幕嘛，主萤幕是玩游戏，然后副萤幕是录制游戏的那个视窗。那下面大概全黑了，黑屏。已经坏一个月了吧？一开始是一条线啊，然后后来跑多条线，然后现在是全黑，全部给你黑掉。我们可以装一下棍棍，这边还有棒棒、刀刀。今天要去，刚要去便利商店储值那个。给家里人看的那个线上看的那种 APP 软体，一个月要200，又买了一年，我都没在看啊，都是他们在看的，小朋友啊，还有我妈妈在看。又不小心又花了2000多块，钱就这么离开我了，都不是花在我身上。好，消灭怪物这个大招啊，好不好？大招点下去可以全部消灭，危险的时候可以用。这个没办法了啦，因为那个位置不够。这游戏就是位置不够，你就变成说你要去刷新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哦，有机会就合上去。这个鱼的攻击力，8，这个攻击力15，但是它有个冷却，还有距离啊，距离600啊，这冷却1啊，这冷却比较久啊。换个棒棒好了，换这个棒球棒。
个鱼都没出现嘛，比如说出现几率感觉蛮低的。免费刷新时多一个装备，所有装备速度，就这个速度啊，初级的速度，出招的速度。 这个是叠甲，我就说我们有叠甲，手套吧，大概叠4吧，4的倍数。<笑>哦，他有那个广告是不是？乖离性百万亚瑟王，我来注册一下。他说我装置不相容啊，确实啊，这个之前用模拟器去下载他测试的时候就不让我玩，然后我就直接放弃了。 那款游戏好像已经测试好一阵子了，好久以前就测试了，不让你用模拟器玩了，说怎样啊？不让你注册，有时候是你那个物理远不符合，我这64啊，理论上应该不会不符合，它就是锁模拟器啊。你用模拟器玩就直接给你闪退。我刚玩那想要玩那款 Pokémon Master EX 也是这样。 想说，这游戏宝可梦游戏我好像没玩过，感觉是正版的，不能玩。好，这边它好，它这边是可以扫荡的，扫荡，哇，是可以扫荡。扫荡完之后继续看广告，哎呦，怎么这样？30秒，挑我吧。好，胜利。<咳> 我们这边就可以，也是可以买哦，用金币来买这个装备。那我们就可以去强化吧。它有上升嘛，按一下信息，这边可以升级。哦，这边你看它越来越多，需要它的碎片越来越多，然后我们的金币就会越来越少。 就它有一个养成的系统啦，后面关卡你这个装备不够强，你也打不过去，肯定是打不过去的。手枪，金币不足了，够了。语言的话有简中英文跟繁中，我们看个繁中吧，其实没差啦。 很多时候就是繁体字跟简体字，你都看得懂啊。好，我们来再玩一场。但是现在要我写字出来，我觉得有点难。你这个很过分，然后广告放在旁边，广告放在旁边，我来看一下广告。广告30秒，有够久的。这是这种合并玩法吗？ 乌法鲁奥德赛，我没玩过，预先注册，预先注册，哦，我已经注册了，好吧，跳过。好，看完，怎么还有啊？运气不，哦，我看完广告了啦，我看完广告把它拉上去，然后重撒一下，这会自动帮你加钱，然后再重撒就要银币啊，我刚刚都没用银币嘛。 应该是带不出去，这个箱子应该是叠甲吧？是不是啊？手套应该是叠甲没问题啊，这两个应该都叠甲，叠护盾甲，叠我们的护甲。所以我现在最近应该说昨天下单买了一个冰箱，但是我发现它可以那个。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广告哦，这个是我今天有看到，但是这个洛伊的移动要塞以前应该是玩过吧？它跟迷宫饭联动，迷宫饭是最近的一个动漫，之前有看过漫画，应该是这一季的吧？我们跳过一下。 有没有？他已经100万了啊！我一定是玩过啊。
好久没看广告了，因为那个自从我那个 KOF 没有广告可以看之后，我就很少看广告了。我这广告狂打浩源，好，应该是已经预先注册了，已经注册好了。好，跳过。这游戏给他留着好了，到时候就是我想看广告的时候就来看一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游戏没预先注册的，应该都预先。那个 Play 商店它有很多预先注册的一个页面嘛，你可以去注册一下。如果你想玩的话。你想关注的话，就是他会帮你下载好啊。他开服的时候就会帮你下载好。之前我有个游戏啊，就是想说，哎，留着看广告，因为他的广告都还蛮短的。然后我就想说留着，结果被我移除了，然后我就找不到那个游戏，我已经忘记是哪个游戏。那每天玩的游戏太多。就乱找来的游戏比较没有流量啊，如果是当天的新游比较有流量，就是新游嘛，新游他会打广告啊，找那个网红啊、直播主啊，或是明星代言，那一种是自带流量，他们会有流量。那如果像这种游戏有没有？像我现在玩的这个游戏就没什么流量，就是我自己观众喜欢的观众会帮我看一下，这样。就是你的，就是现在你听到我这句话的人，只能说谢谢你啦，谢谢大家啦。通常影片我虽然都录到15分钟左右，但其实大家的那个。都看很短啊，可能一两分钟就跑了，看一下就跑了。好，通过。他不是写通关嘞、欸。哇，我这个格子好棒哦、喔，对不对？看广告之后好好打哦、喔。实在是太久没看广告了，这游戏到底有几波怪、啊？现在是第四波啊。他没有告诉我们有几波怪，这就是你换成那个繁体之后，有些字型它没有，就会变成这种状况。不，我想说消灭敌人，消灭人，再一次就要看广告了。第四波看起来这个应该会一直延续到下面这一格，越买越多，真的有差啊。就是当你那个哇，当你看广告之后格子变很多，就很好去整理你的格子，就会很好合并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就会很强啊！哦，变少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大概是三阶了吧，变金色的，大怪来的，他会自带子弹的、啊，自带子弹打我们，我们就受伤了。不过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啊。我们是耗油的灯啊，是不是？很耗油的灯。这是结合肉鸽射击割草，然后弹幕这样，然后有这个背包整理。一个小小的策略，我不知道我们有几波啊。手里剑，
又有广告，又有广告。Demon Scroll 的恶魔小队养的，这个我一定预约了，这种游戏一定预约。好，我们跳过。好，这个战会怎样啊？会盖掉吗？欸，有可能哦，我在想，有可能会盖掉哦。对对。这样不行哦，要黏住是不是？可能要黏住啊。对啦，包包应该是一整体状态，你不能给它分散开来吧？我在想，这个你看广告之后就会非常的轻松。啊，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退出吧。体验一下啦，我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广告啊。这里可以看广告，这里可以看广告，也就是说我可以自己每天登录，连看几个广告，就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手游啊什么的。但是都是预约的，我可能大部分都预约了吧。刚看的那几个我都有预先注册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看广告之后就很轻松，真的很轻松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